这快过年了，我是不是应该去你家看看你妈去啊？不是快过年了，你去看过吗？你平时不能看吗？平时能看，但是这过年去你家看你妈，这跟平时能一样？这快过年了，没有点关系，咋上门啊？对不？上门。什么关系？你俩不师徒关系吗？但是现在不是有比师徒关系那个更亲密的关系吗？对吧？那师徒关系就是可以往后稍微稍微。什么关系？你哪一个关系上门啊？哎，那啥，你妈平时喜欢吃点啥，用点啥？你啥也别买，你别来了。要我说，你这是。我为啥不去啊？我妈现在她还不知道呢，咱们俩就是正是那个，你别说话，我妈电话。婷儿，喂妈，你俩走到哪儿了？谁俩呀？你和鹿呢？鹿不是说年前要过来看看我吗？哦，他跟你我说，这饭都做好了，就等你俩呢，快点的啊！哦，行吧，那个我等会儿跟你说啊，我有点事儿。到。你在这跟我演啥呀？你不跟我妈说了吗？今天去我家吃饭，我妈把饭都做好了。说了，我不就合计问你，我怕你妈喜欢啥我不知道，然后你别合计，你合计啥呀？你就是故意在这演我。我合计给你妈买点东西，怕漏点啥嘛。你想跟我妈买点啥？你怎么没想给我买点啥呢？谁说我没想给你买点啥？菜做好了吗？还有一个菜，差了点盐啊！我下楼，啊、我下楼去买盐去。不是老师，下楼你下楼买去啊！不用，我这马上就回来。不是我下去吧，这外面好冷呢。不用，我这马上就回来，马上回来啊！那老师，兄姐啊，我妈走了，走了，咋了？刚过来。不是你干啥？你妈刚走，哎，这不你妈屋吗？等我一下。不是你要干啥呀？不拿酒干啥？我妈打回来挺长时间了，不知道谁送的。我跟你说，还放柜里了，咋的？不是好道来的？我妈拿回来的。我跟你说，一会儿我就给她装，找个垃圾袋装垃圾袋里。完了，咱吃完饭，你要走的时候，我说你帮我倒倒垃圾，你就把这拿走，酒拿走啊。啊？无间道吧？这，哎，这垃圾袋透明的，我妈不能看出来吧？是。你说这还没过门呢，这就开始掏家底儿了。这过门，这不得把房产证给我呀？行吗？我帮你找个黑的吗？再找一个。